好了，大概那个澳门的重点就是妈阁嘛，还有那个大三巴牌坊，当然也是有其他特色的地方，同学在自己花那个时间来自由行，蛮不错的啦。哎呀，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做个结尾，因为白龙雪秋天没播，等一下好，节目最后记得呢订阅白龙雪第二家室，拜拜。你看这边，吼、哦，加赞哦。你要上镜头 ，OK 啊 ？YouTube 啊 ？YouTube， 我在拍 YouTube。台湾来的，请问美女是哪边来的 ？I come from China. Oh, China. Oh, yeah. 哎呀，欢迎你 ，Welcome to Taiwan. Thank you. 哦，啊，你不会讲中文啊？会。我也在那个 YouTube 开播。哎，你们那个大陆有没有 YouTube 可以看 ？YouTube. YouTube.因为我的抖音已经被封锁了啦，我抖音就唱一些，好像可以吧？哦，哎、欸，不错啊，你是从大陆那边就走过来这样子哦？对。哦，不错了。从香港那边过来。有，就是对你们大陆女生印象蛮不错，就是很大方啦，不会扭扭捏捏的，要不然一般我在拍镜头，那女生就是啊不要啊，但是你就会这样，我就觉得。我也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这样不是啊不要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如果 YouTube， 哎、欸，你们台湾那你们好像在国内好像要翻墙才能看到那个 FB 跟 YouTube 嘛。啊，对，要约鱼吧。啊啊，但是我那个不知道用什么卡来这边也是可以看 YouTube 呢，很奇怪。哦，我没玩那个软件，但我听说过。好了，欢迎有空来台湾玩。行，欸、好，谢谢、啊。你跟男朋友来是不是？跟我朋友。哦，要不要一起入境？哎、欸，应该不错哦。应该不错。哎、欸，应该不错哦，原本要卡掉的啊。哎呀、啊，他们都不认识我，不认识你哦。欸、那我们跟他问一下，我们跟他访问一下好了。我、哦、难得逮到这个机会啊。美女 ，Hello。来，哎、欸，来，你过来一下。等一下，我看还有没有在录哦。哦，还有，还有机体。他们是、欸、同学，请一下那个。他们很害羞。我也是一样很害羞啊，只是我会讲话而已。啊，不方便入境的话，我们就那个啊、我们就是大概。最快的话，九月中我们开播了。哎、欸，你就是搜寻那个台湾 YouTube 白同学 DIY 教室，你就看到一个正妹在后面这样，哈，很尴尬。啊，来，再哦。好了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哦，我台湾的男生帅不帅？帅帅帅。你的缺点就是讲话太老实了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好 ，OK 了，感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刚刚那一位女生非常的大方，哎呀、啊。他很多同学都很帅，都不是很帅，很漂亮啊。好了 ，OK， 再见。